大家去相亲啊，一定要远离大龄剩女啊。什么是大龄剩女啊？就是年龄比较上去的，比较大的，就是一般是超过30岁以上了，还没有结过婚的那种叫做大龄剩女啊。那为什么没有结过婚呢？因为哈，她现在条件特别特别的高啊，她要求啊，男方有车有房有几百万的彩礼给她。现在大龄剩女都是这样子啊，你觉得有这些条件的男人啊，那些优秀的男人会娶你这样子的大龄剩女吗？是吧？刚刚呢就来相亲，遇到这个女子哈，真搞笑啊，真搞笑啊！你知道她提的要求有多高吗？啊，她要88万的彩礼啊！看看她今年多少岁，你们猜一下，猜一下，35岁呀、啊。35岁啊，吼、哦！居然敢开这么高的要求，还要我有车有房等他，娶他过去，他直接就享受生活了，啊！你觉得我要是我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，有那些条件的男人，你觉得我会来相亲市场吗？会来相亲吗？我早就结婚了，真的啊！你说你这个大龄剩女啊？能不能顺从我一点呢、啊、要求低一点，低的话我直接就娶了行吗？看你这个长相也不丑，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你这个也不丑啊，是吧？35岁而已嘛，啊，年龄大一点而已嘛，是吧？没必要搞那么高的要求，你搞那么高的要求，你真的是过几年就更大了。你自己给不起不代表别人给不起啊。给得起的人家早就结婚了，只有我这种给不起的才会沦落到来相亲。我那是没遇到啊，没遇到男人。我告诉你，一般优秀的男人呢、啊、30岁以内就已经结婚了。我自己也不差，我这么漂亮对吧？你是啊，你差不差你我可不知道，反正你看要求这么高啊，你说你这个大龄剩女啊，啊，能不能嫁给我啊？不能。叫你来彩礼低一点啊，是吧？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啊，基本上都是月光族，能赚多少都是花多少的。你娶不起就别娶、啊、你要求你这个年龄段想找一个很有钱的，你很难找了的。我找老婆呢也很难找。哎，我爸妈一直追我结婚。你自己找不到。我爸妈一直追我结婚，我才来相亲的。你自己找不到不代表我嫁不出去啊，像我这么美丽啊，排队都排到法国去了，那些想跟我相亲的人排队到法国，你竟然还出来相亲，真搞笑。要挑啊，要挑有钱的嘛。挑什么有钱的啊？看我身材这么好。哇，这叫好身材，你看这腰啊都看不出腰了，你看看。搞什么啊你？哎，大家都是单身嘛，是吧？是吧？不跟你聊了。啊、大家都是单身。我要找有钱的。哇，找有钱的，看你要那有那能耐吗？你啊，你值吗？啊。